你还笑我，为何像你一样傻？
中，那烛光传送他的爱。这个故事未完，只因有你共我。风吹花飘落，但种子仍在播。被失踪，被关押，在被关押期间，秘密警察他们气急败坏的折磨我，侮辱我，但我绝不后悔，也绝不后退，因为退无可退，香港也退无可退，没有大陆的民主化，香港人不会有真正的普选。香港现在有的新闻自由、结社、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其他自由也会被慢慢的夺走，所以我们必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。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。就像我们在1989年做过的那样，我们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，因为我们一直在为那一天的到来而奋斗。谢谢大家。彭彪先生，现在香港人其实正好像当年1989年的中国人一样，都面对着自由民主被夺去的威胁。香港人，你不是想阻止悲剧再临的吗？当年北京学生他们公民抗命占领天安门，同今日香港人提倡占领中环，难道不是都有心怀着同一个理想，实践同一个行动，抗击紧同一个政权呢？当年的每一个勇者，同你
和我都一样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市民。只要你愿意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王慧琳。我们聚合的力量就真正可以推倒高墙，迎来改变。各位有良心的香港人，我们大学生今天愿意踏出这一步，在民主的路上顽抗到底，亦都相信每一位手入面或者心入面秉持烛光的人，都同我们一样拥有同一个信念，希望一个平等、公义、有爱的社会到临。不要忘记我们的理想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改变的机会，无论是接下来的六二公投，还是占领中环，就等我们手上的烛光燃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们将会勇于抗争，敢于改变，这个才是真正承继八九民运的精神，为了民主自由战斗到底，战斗到底。民主潮流不可挡，民主潮流不可挡，释放民运人士，释放民运人士，平反八九民运，平反八九民运，追究屠城责任，追究屠城责任，结束一党专政，结束一党专政，建设民主中国，建设民主中国。